近日，网传唐英罗进婚礼时间表曝光，两人将在28日在维也纳举行婚礼，并在当地时间27日晚举办一场欢迎派对。此前，则有当地华人爆料称，唐英罗进二人已抵达奥地利为婚礼做准备。罗进好友、二人曾多次合作的配音演员边疆的女友，在微博上晒出了一组在奥地利婚礼现场照，以佐证婚礼传闻。看到唐英和罗进他们俩终于要修成正果，网友真的迫不及待想要送上祝福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